呢度系每一日诞生嘅地方，用心发现世界原来可以咁近，你会感受到生活中每分每秒，每个瞬间都以佢嘅方式发生唔同嘅每一日。每日都有每日嘅故事，笑声、手嘅温度、树影，记得你身上发生嘅每一个细节，记得同你发现嘅每一日。时间可以快，可以慢。不同生活方式有不同的生活节奏，但只要在同一个地方，大家的心总可以靠近。蓝色有很多种名称，我每日都会用自己的感觉去命名每一种蓝，去感受不同的每一日。明日是一种希望，一种温暖的感觉，一个专属家的时间。太阳每日都重新升起，世界每日都以新的方式诞生。 Daybirth， 见证明日诞生。 Maya， 希台。